什么原因让你心仪擂砸顶尖对决台？有没有出局？哎，为什么最近都碰到这种事情？我要哭了，你要哭了。你现在有70,000，你会不会又被吓到？你觉得这一题哪个是？还是这一题就真正的出局了？云锦仪卫冕宝座真的不保吗？请锁定顶尖对决。